嗨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帮助小猪佩奇和朋友们选择正确的酸奶吧。这个是小猪佩奇，我们选择紫色的酸奶。紫色 purple 竟然错了，那试一下红色吧。红色 red 答对了。这个是小兔子理查德，选择青色的酸奶，对不对？青色 cyan 错了错了，应该选择紫色。紫色 purple 哇哦，这次答对了，是佩奇的弟弟小猪乔治，他的酸奶会是红色吗？红色 red 看来不是这个，那选择蓝色试一下。蓝色 blue 答对了，这个是小猫坎迪，那刚刚我们选择了红色、紫色、蓝色的酸奶，剩下最后一个青色喽，我们选择这个吧。青色 cyan 答对了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，喜欢我们不要忘记点赞加关注哟，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